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继六月份的时阵哦，主持作家姜文英为刚一起写《甜蜜的亚热带》，漫游嘉义光影之后哦，咱家己在地的家己囡仔，同时嘛是各种数学老师陈俊文，伊是记录家己起的人文、新奇的事物，够美食小食、经历新册，刚好是伫个玉山路下来举办的嘉义小旅行，散步北纬23.5度新册发表会，包括伫家己市长免费。含真侪位嘅立场，拢特别到现场来推荐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加入嘉义小旅行。以故事感动人文集团来形塑嘉义嘅旅游意象，以深度漫游嘅方式阅读嘉义嘅街道风景。由嘉义在地囡仔、各种嘅数学老师陈俊文，以一档嘅时间记录嘉义市人文美食风景集结成册，出版。嘉义小旅行，散步北纬23.5度，刚好是伫咧玉山路下来举办的新册发表会。我就把自己定位成我是一个记录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就是我把所有的访谈的记录逐字稿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写作的功能就是慢慢的一直在琢磨，然后跟出版社也帮我很多的忙，然后写了很多的稿子让他们去整理，那可能他们有些是删掉很多，然后他把比较精彩的部分有留下来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出版社这个方面也帮我一个很大的忙，因为这个出版社它是全国有通路发行的一个出版社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写这本书不只是要给嘉义人看，要让全国的朋友知道说，其实嘉义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，是一个有人文底蕴蕴含的一个城市。嘉义市长吴明辉和多位在地的里长和小食业者，拢亲自出席分享因阅读了后的感动。市长吴明辉更强调，要伫咧学校成立爱的书香，和在地人书写的在地感动，成为嘉义囡仔共同的话题。所以有人常常问我说：“来到嘉义市，我要怎么玩？”其实你没有深刻慢慢走去体会，很难去告诉他感受其中的真谛。现在呢，终于有咱嘉义囡仔。陈俊文陈老师，伊用伊这一档的时间，特别挖掘一时间，穿梭在小巷子里面，那来帮我家行下来，他把每一个小故事、小人物，甚至小店家每一个特色，都把它一一的挖掘出来，而且把他的故事写出来。嘉义小旅行，漫步北纬23.5度，第一部分漫游侏罗纪，描写嘉义市内含郊区的小旅行路线；第二部分嘉南美地，这是沿山到附近的景点，希望予到嘉义的游客更加侪的选择。这本册的文字含大部分的图片都来自伊自家陈俊文，素描插画会当看到伊的艺术天分。另外，这本册嘛，系在丹顶坡艺术基金会大力的协助，提供真侪北丹顶坡老师的优惠，来为册中配图，加添着艺术价值和人文的深度，配合新册发表。九月初七、初八，文化局将举办座谈会和册中景点展览活动免费，限约30名。报名会当向文化局图书咨询科请询。另外，台湾图书协和饭店业者嘛规划文化讲座、文化踏查和配套一段小行程，希望会当带起嘉义的人文观光风调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雪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